干嘛？老大，这也难得嫁出去了，乐不思蜀了。领队，叫一下。我不敢，你们去吧。队长，你叫一下。还有一分钟，不急。一分钟还不急？来了。看我干嘛呀？我迟到了？没有，非常准时。没想到第一次看你把 KK 战服送给女生，好像除了赵阿姨和苏成以外，女朋友还是第一个。早穿起来就证明是我们的一份子了。这不就是向全世界招考大嫂是老大的吗？那既然这样的话，大嫂来把食指伸出来，我把我们特有的加油方式教给你。吓我一跳。大嫂会了吗？那我们正式再来一遍啊。立场坚定吗？非常坚定。跟着我一起念。KK 天上地下一条龙，千军万马往前冲。KK 天上地下一条龙，千军万马往前冲。我以前是瘦肉代表的老粉丝，我最喜欢瘦肉了。你知道吗？他十年前带队的样子超级帅哎。韩商言吗？就自求多福吧。我是 Apple Dog 的粉，他在哪，我就支持哪。对的。SP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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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天上地下一条龙，千军万马往前冲。SP 加油 ！SP 加油 ！SP 加油 ！SP 加油！今天如果 SP 今天输了，那我就把你们两个的助威棒吞下去好吗？谢谢。去，不客气。他要吞下马的助威棒，我干嘛跟他说不客气啊？啊，真的是。丫丫，把你口红给我一下。最近的状态还挺稳定，咱们尤其他那个啤酒的成分。大嫂，你两边还倒着走啊？一二三 ，KK 加油！童年真有话，刚刚在厕所都跟人家斗起 rap 来了，然后为了赢人家，就学人家画这个。啊，你们来，我们就很高兴。来，擦点饭，当时过敏。来。不会，我口红很好的，不会过敏的。啊！你笑什么呀？我画这个很帅吗？一看就是铁粉。随你折腾。去看台不去 VIP 吗？当然不去了，那气氛好，我要留在那儿。你开心就好。你们今天也加油啊！看看肯定能赢的，加油！赢了请我们吃什么呀？赢了以后随便吃。当当，看到没有，六年的奖学金就在这儿了。哇，六！哎呦，爸爸，你别把大嫂嫁妆给吃完了。别的不说，再过两年老大
就变老大爷了。咱们老大呀也老大不小了，他比咱们着急。你们这帮臭小子，你看我一个一个的怎么收拾你们。来，再五分钟就正常了啊，大家加油，打起劲。听我说，虽然之前我一度觉得你们的庆祝方式很幼稚，但今天我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来，一二三。其实每次他们交手吧，我心情都特复杂，又想 KK 赢，又想 SP 赢。我知道那种感觉，现在欧强是唯一一个比赛的 solo 元老了，你说如果他没拿到冠军，不就说明以前 solo 队输了吗？对啊。我们马上开始的是今天的第二场半决赛。没错，作为这次比赛亚太区的东道主呢，我们也终于迎来了双方都是中国战队的这一天，希望接下来 SP 战队还有 KK 战队可以给我们带来精彩绝伦的比赛。好的，各位给我们的两个俱乐部一点时间，我们马上回来。啊，还行吗？你指什么？今天比赛输了，挺麻烦的。SP 和 KK 都是我喜欢的战队，但是只有一个能进总决赛，这简直就是大逃杀呀！为他们祝福吧。哎，你喜欢 KK 还是 SP 啊？不管谁赢，都是为国争光。两位大哥，不要紧张，我帮你们准备好饮料了。比赛嘛，就各凭实力，好不好？闭嘴。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CTF 亚太区的比赛直播现场。感谢东鹏特意为我们的选手提供持续能量补给。在半个小时前呢，我们刚刚结束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胜出的队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Vipo 战队，那么紧接着是我们的两个来自中国的战队 KK 战队和 SP 战队。兄弟们，最后一场了，来场精彩的。田队长呢？特别要说一下，这次我们的 KK 战队经过了人员调整，加入了总积分排名第四的老将 Buff。 那么 Buff 加入之后呢，也是给这个 KK 战队啊有一个战斗力的大比例的提升。没错，所以说相比较于一个月前的全国总决赛，这才是两支旗鼓相当的顶级战队。去了，怎么现在才来呀？谁赢了？还没结束呢，你快点吧。哎呦，我跟你说，我那个客户烦死我了，要不是我管同事借了辆自行车，我肯定迟到。快点去车哥那儿呗。难得看一次比赛，早知道不等你了。哎，别生气，你要快点吧。哎，你们干嘛呢？快点，这里不能停车。哎，不管了。哎，目前 CTF 亚太区半决赛 KK 与 SP 双方前两局比赛战成了1-1，决胜局也将进入最后阶段。
最后四个节点，还有最后四个节点，丢掉一个 SB， 丢掉一个节点，第七绕过了滑梯，漂亮，依依也被挡住了，不是陷阱 ，bug 牺牲了依依，替自己挡住了关抓取 ，bug 进去了 ，KK 危险了 ，Demo 发现了 bug 的渗透 ，bug 还在逃，还在找漏洞，他把 Demo 也绕过去了 ，bug， 哎，可惜了 ，DT 把他抓出来了。最后一个节点了 ，KK 四名队员全在防守，这是打算让 DT 一对五啊。过去了，三个人都没有抓住 DT， 滑梯也被绕过去了，只剩奥了。漂亮 ，DT 终结了比赛。哇，恭喜 KK 获得了半决赛的胜利。哎呀，都快你都结束了。哎，兄弟兄弟，哪队赢了 ？KK。KK 赢了 ！KK 赢了 ！KK 赢了！我还要去看花姑。哎哎，等等我！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我们还有第三名的机会呢，是不是兄弟们？对，真的。恭喜，谢谢，恭喜啊！心服口服，决赛加油！你们也加油！世界总决赛的合适，放心，季军一定是我们的，是不是兄弟们？是，哎，快去吧，观众等着向胜利者欢呼呢！加油，加油！将我们的掌声再一次送给我们的 KK 战队。好，五三。希望他们可以带着我们中国观众的祝愿还有期望，在明天的亚太区总决赛为我们捧回。